集我们提到，舒万那善菩萨在16岁以前是由自己的亲生母亲以及有如奶妈的金纳利此人鸟所悉心照顾养育长大的。有一天在下午时分，两位修士父母一起去森林采水果，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一场暴风雨，天空骤时下起倾盆大雨，两位修士只好躲到一棵泥丘旁的大树下，站在泥丘上避雨。没想到雨水混着两位修士的汗水流入了泥丘，而且流进到藏在泥丘底下的一条毒蛇的鼻孔里。这怪味道惹得这条毒蛇非常生气，于是就从它的鼻孔喷出了毒气，毒气就进入了两位修士的眼睛，使他们的双眼全都瞎了。杜库拉大声哀嚎地说，我的眼睛看不见了，并立即问巴利加，你呢？巴利加也同样大叫着，我也是，我的眼睛也是什么都看不见。两人就站在那不知所措，在迷蒙黑暗的森林里可怜地悲泣着。其实这两位修士会双目失明，是因为他们前世的业报。他们两个人曾经是一对夫妻医生，为一位患了眼疾的妇人医疗。在治好那病人的眼睛以后，那位尖灵的病人却不肯照着自己的承诺付费给医生，这让医生非常的生气，于是就跟妻子商量好，用有毒的眼药水滴入那个人的双眼，使他从此两眼就真的失明了。当时舒万那善菩萨在家，看到天后突然变坏，心里就开始担心和关怀父母亲在外面的情况，但也只能眼巴巴地望着，等待着父母他们能平安地回家。他一直注视着父母回来的那条路，但是等了又等，过了很长的时间还是看不到父母他们俩回来的踪影。看看时间比平常实在是晚太多了，苏万那善菩萨就决定不再待在家里等候，不顾任何危险立刻出门找寻两位修士，也就是他的父母去了。他朝着父母惯常走进森林的方向而去，一边走嘴巴也边喊着爹娘。终于他找到两位颤抖着的修士所站立的地方。当两位修士听到自己的儿子那熟悉的声音后，两人都兴奋地回应。舒万那善菩萨一听到父母回答的声音也非常高兴，立刻跑过去。不过基于爱护儿子的心，母亲立刻叫喊道，儿子你先别过来，别靠近，这里很危险。舒万那善菩萨就大声地回答父母，怎么回事啊，有危险，那你们怎么还站在那里呢？两位修士回答说，儿子啊，因为大雨倾盆，爸妈就来以丘这边的树下躲雨，没有想到我们的眼睛后来就突然看不见了。舒万那善菩萨一听到爸妈所说的话，就立刻知道在泥丘里藏有一条毒蛇，他可能是被什么东西惹恼了，所以才从他的鼻孔喷出毒气，这毒气弄瞎了父母两人的眼睛。当看到父母可怜地站在那，舒万那善心里十分同情，更非常的难过，就想办法让父母亲可以先离开那个地方。于是他去拿了一只长的棍子，跨过毒蛇的范围，将棍子伸过去，让父母抓住一头，自己紧握另一头，然后告诉父母亲说，爸妈，请你们抓着棍子，我得先将你们带离开这里，然后再带你们回家。
说完话以后，就将棍子伸过去，让父亲抓着，慢慢带领父母离开乙丘。一走出来，舒完那善菩萨就经父母同意为他们查看双眼的情况，发现父母亲的双眼都已经瞎了，不可能再有机会重见光明。一时之间使他悲从中来，热泪夺眶而出。然而不久，他却含着眼泪大笑起来。两位修士听到儿子忽然哭又忽然大笑，不禁问说：儿啊，你为什么刚刚痛哭，现在反而大笑呢？菩萨回答父母说：父母亲，我流泪是因为我知道你们的双眼已经瞎掉了，而我还这么小，但是我笑是因为我很高兴，我终于有机会服侍你们了。亲爱的爹娘，请你们两位放心，从此以后就由我来照顾你们，让你们能过安乐的日子。舒万那善菩萨这样安慰着父母亲，让两位都感到宽心了。然后舒万那善就小心翼翼地带着父母亲安全地回到茅舍。舒万那善菩萨很欢喜能有回报父母养育之恩的机会，就想尽办法无微不至地照顾父母，使他们过得安适。他在茅屋四周围用绳索编结成栏杆扶手，连接晚间与白天休息的处所，甚至连到行禅走道、凉亭以及茅厕。舒万那善菩萨将整个茅舍用绳索做成坚固的栏杆扶手连接网，就是要让失明的父母双亲走动时到处有牢靠的扶手可以支撑，让他们能在屋里安全无虑地到处走动。这就让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情况是好是坏，有智慧者会同时从正面与反面看问题，当遇到困难的时候，难过忧愁也只是暂时的，因为他们会明白，就算哭干了泪水也与事无补，不如克制自己的伤悲，尽早去设法找到改善情况的方案，才能扭转乾坤，而继续累积更多的功德。这就是所有菩萨们的特质，人们都应该效仿努力。就如舒万那善菩萨一样，他会想尽办法让他残障的双亲都能获得最安适的生活。至于接下来他要如何做呢？请继续观赏下集。说到舒万那善菩萨去森林里找寻他的父母亲，在一处宜丘旁看到两位修士正站在那里颤抖着，因此跑上前去，但母亲却大声地喝止说：儿子，你别过来，这里很危险，因为当时雨下得很大，你爹和我为了躲雨来到这棵树下，但却没料到忽然间我们的双眼就看不见了。一听到母亲这样说，菩萨就立刻知道有条毒蛇藏在乙丘里，想必是生了双亲的气，就喷出毒气来毒瞎了父母的双眼。他立刻去找到一根长棍子，希望让双亲抓着棍子的另一头，好带父母离开那乙丘。后来
他就替父母检查双眼的情况，发现他们两位的眼睛已经完全瞎了，悲痛之心油然而起，不禁落下泪来。但才一会儿功夫，他却转为大笑，弄得两位修士父母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就问儿子说：孩子，你为什么刚刚哭，现在又变成大笑呢？爹娘，我哭是因为我伤心难过，你们的双眼被弄瞎掉了，但是现在我笑是因为很高兴，我有机会能好好的照顾你们了，请你们两位放心，从今以后我就是照顾你们的人了，我一定会好好的照顾你们，让你们过着安适快乐的日子。回到茅舍后，舒文那善菩萨就开始以结绳做栏杆扶手，从茅舍周围将绳子扶手拉到日夜休息之处，再拉到禅堂走道，甚至拉到凉亭以及茅厕，这样一来让失明的父母能够抓稳绳索做成的扶手，安全方便地能从茅舍到各处走动。从那时起，菩萨就一直满怀欢喜地照顾着父母亲，每次他要离开茅舍出去办事，甚至只到河边去挑水，菩萨都不会忘了先去告诉双亲一声，让他们放心，甚至连一些琐碎的小事，只要是会让父母亲担心的，菩萨都从不掉以轻心，随时随地地顾虑父母亲的感受，不使父母亲遭受一点点的伤害。在饮食方面，无论是父母所喝的水或洗的用水以及各种水果，菩萨也都会为父母妥善的准备。每天黎明时分，菩萨早早就起床，从不赖床，他会先去打扫父母所居住的房间，接着向父母请安顶礼，然后才到米卡三玛塔河去挑水回来。挑完水以后，就准备可供饮用的水和清洗用的水，然后挑些熟透让人垂涎欲滴的美味水果回来，干干净净地摆在果盘上，谨慎地端到双亲的面前，拿给失明的父母亲吃，让他们舒适地吃完后自己才敢吃用。等父母都用完早餐后，菩萨就让父母在茅舍里修行，然后菩萨这才在各种不同的鹿群伴随下到森林里去找寻更多的水果。在菩萨日常勤修的仁爱慈悲当中所产生的愿力，使得各种野生动物，不分是鹿、羚羊、条纹松鼠、野猪或者野狼等等，这些之前都是敌对的动物，现在都能舍弃相互仇视的态度，一起来到菩萨的身边和平相处。就连最胆小的金纳利人鸟也都从山脚与山洞的住处飞来，帮忙菩萨采摘水果。到了傍晚的时候，舒万那善菩萨摘够了水果，就赶回茅舍去。回到家，菩萨便去圣水将水烧热，准备为父母洗澡。洗完澡，将父母的手脚擦干后，就让父母躺到热炕上休息，接着再将自己摘来的水果摆在水果盘上，端给父母享用。菩萨全心全力细心地照顾着父母，就像忠心的奴仆伺候皇上一般，从来不让两位父母亲的身心感到半点的不自在。故事又讲到帕拉纳斯城，当时有一位国王名叫毕拉雅卡王，是一位年轻能干的君王，精通五种武器的使用。
这位国王特别喜欢吃野生动物的肉，更由于着迷于野味，使他无法抗拒肉食。因此缘故，每餐的食物中一定要有鹿肉。他最喜欢的运动就是打猎，因为每天都需要屠宰动物，所以城市周遭的野生动物逐渐减少，野生动物们都逃进更深的森林里去了。有一天，厨师向国王禀告说，现在比较大只的动物都已经逃到森林里去了，只剩下体型比较小的动物，像是鼠鹿、条纹松鼠、兔子、香猫和小鸟之类的。毕拉雅卡王听到后心里很不满意，知道这一来他能吃到的肉量就会减少了，因为他太贪吃肉食。有一天他就决定自己一个人到森林里去打猎，想猎捕足够的野味供自己享用。因此他就暂时将国王的权威交给皇后，委托在他外出打猎时来治理这个城邦。然后他就带着全副武器离开了宫殿，向喜马万大雪山林出发。不管森林里潜藏着多少的危险，毕拉雅卡王独自在森林里寻兽，肚子饿了他就捕杀一些野生动物，将它们的肉用烤烧烹食。如此日复一日，他独自狩猎于森林中，竟然都没回去城邦的打算。直到有一天，他来到有清澈剔透之水的米卡塞马塔河畔，就在树荫底下河边石阶暂时休息一下，以补充精神体力。这时这里是舒万纳善平常来挑水的地方。那时国王看到河边石阶附近有很多动物的脚印，料是前来河边饮水，不禁让国王开心起来。他于是就想在附近盖座凉亭，以便躲在里面伺机捕捉猎物，然后就砍树枝盖了一座凉亭，将自己掩护起来，等待哪只倒霉的动物走过来时将它宰杀。不过这条路刚好也是菩萨与动物们常要经过而去挑水或喝水的路。当国王在这片森林里遇见菩萨时，他会怎么想，而且会决定做些什么事呢？欢迎继续观赏下一集。